所以是副手吗？确定今天是担任副手吗？是什么时候征询你的？是什么时候征询你？是昨天紧急找您来担任副手吗？是两千台邀约吗？时间到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朱主席前天有跟您吃饭吗？不好意思，董事长吗？是什么时候确认当副手的？是昨天确认还是前天？我们会有记者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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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通过以后会跟大家报告啊。赵董真是不否认，对不对？是确定是副手了吗？等一下，赵董会就会通过，会有记者会，谢谢。这边直走啊。对不起啊，那个，那个等等，11点会有中常会，中常会通过局里以后再跟大家报告，好不好？因为现在还没通过，然后等等有变了啊。谢谢大家，是你的吗？他们副手人选是不是你？谢谢大家，请小心。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会觉得自己是在救火的吗？请小心，中常会完了会跟大家报告啊。董事长会觉得昨天的这个会谈，国民党受尽屈辱吗？会不会觉得没有人发言？谢谢大家。我们在摄影大哥这样不行，会不会觉得大家都不愿意回来了？等到中常会完，我先。好了。确定是吗？小心，小心。小心哦！副手吗？是两千字邀约吗？不行，我们时间到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对不起。会请示中广的董事长吗？会请示中广董事长吗？来，对不起，先过一下，先过一下。副手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时间。来，小心哦，小心后面，小心。等等会讲，好吧？后面小心，中常会通过的时候会跟大家报告。后面小心。怎么在小心？来，对不起，借过一下。来，对不起，来借过，来这边直走，好。对不起啊，那个来，对不起，借过一下。等等，11点会有中常会，是中常会通过提名以后再跟大家报告，好吧？因为现在还没通过，好了，然后等等有变了啊。哎，对不起，谢谢大家，抱歉，小心往后退啊。副手人选是不是你？谢谢大家，请小心。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觉得自己在救火。大哥什么时候被征询的？哎，对不起，中常会，那昨天会不会觉得国民党受尽屈辱啊？中常会完了会跟大家报告啊。国民党会觉得昨天的这个会谈，国民党受尽屈辱吗？让一条路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小心哦，小心，好不好？哎，对不起，经过。等到中常会完了，跟大家报告。请大家不要急。会比较完整，小心。那会不会觉得蓝白合就是一个民众党，就是在耍人？会觉得这样的感觉吗？当然还是希望蓝白合啦，就合不了是没办法的事情嘛，总是希望合了。如果现在蓝白能够合，柯文哲现在能够合也好。让我们过去好不好？后面又是门哦。小心哦，等等，11点会有中常会，好，中常会通过提名以后再跟大家报告，好吧？因为现在还没通过，然后等等有变的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大家注意条路，抱歉啊，小心往后退啊，小心。谢谢大家，请小心。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赵大哥什么时候被征询的？哎，对不起，中常会，没有朋友，请小心啊，抱歉，屈辱啊，抱歉啊，好，后退啊，小心，后面是门哦，哎，国民党受尽屈辱吗？让一条路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小心，好不好？等到中常会完，我会跟大家报告啊，怎么样？会请中广董事长吗？是什么时候确认当副手的？是昨天确认还是前天？我们会还是昨天打电话给你？等等会讲，会有记者会，会有记者会。中常会通过以后，我会跟大家报告啊。赵董就是不否认，对不对？中常会通过。副手吗？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赵大哥什么时候被征询的？
等等，中常会的美女朋友，请小心，受尽屈辱啊！中常会完了会跟大家报告啊。董事长会觉得昨天的这个会谈，国民党受尽屈辱吗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。